这是什么？这是非常好吃的玉米，是我们的马香果。这是什么？这个鸡爪果椰果，回来那个拉两个，那新鲜很快。鸡爪果，3块半一斤，这咋吃？哇，3块半一斤。啊，很近啊，啊，下一饼哎呀。啊，橘子怎么卖啊？橘子10块3斤。啊？10块3斤啊？玉米非常好吃哦，里面可以买还是三斤吗？3块1斤，4斤10块钱的。中吗？中吗？还挺好吃的哈，是挺好吃的。这关键是脱水的，几斤啊？我是油炸的，油炸的就没什么。几斤一块？就是你那个比这个香了。来，稍微等一下。这么香了？不是，要找一找。没了，你肯定玩 TV 了。没了，玩 TV 啊？那没玩应该 TV 啊？哎呀，你。你也讲，你也讲。多少度？这是啊。哎呀，这边。好好好。喂。马经理，进来下面来。啊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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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看到看到了，哎，看到了。这边的米酒啊。谢谢麻烦一下，帮我电灯开一下，太暗翡翠，来了，那个档次好香。